这一根是公共端，这根吊的是正转，然后这里是反转，这两根是电源线，这个调试器和那个调试器是一个型号，就是这个控制器。如果要放到后面去的话，就把那根线拆了，从黑色的接头这里，你想隐藏多少自己加，然后就把后面那个后背的两个正反转吊一下，那个在那里把正反线吊一下就可以了，电机就能反转。